So let's look what the assist.球被碰，威斯布鲁克库里在防守，这记漂亮的助攻直接把球传到了他手里，他在内线扣篮得分，真是强力的终结者，高高跃起，暴力扣篮，盖得漂亮，这就是他不可思议的能力，找到空位队友，让他们轻松得分，或者自己得分，就像这种暴力方式。门克出手，到了内线，出界，勇士队获得球权。现在库里，他们被吹了阻挡犯规，阻挡犯规的判罚尺度是裁判最头疼的。是的，吹这样的犯规非常难，确实得赞赏他们。左外线威斯布鲁克，门克出手，三分球没投进去。现在是第一节，比赛才开始一分多钟。 投出去了，克莱汤普森三分出手有了。我喜欢这个助攻，他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用基地传球。